各位乡亲，世界佛教正信会行动福田孙会依然宽度集合，7月26号到29号早起的9点起，在日月王宫庙举办集合法会。恭请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为国泰民安，为世界和平，为一切众生祈福。欢迎乡亲好朋友做会来拜佛。